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？Sorry for being a mess. I gave my best, but was too late. But was too late. Yeah. We talk about this, can't forget. I'm seeing you in everywher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竹威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环球 A 十九，那这边呢是我们原研新开的翻译馆，超级大的哦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导览，我们的安安来带我们介绍一下。那我们进来的右手边呢是置物柜跟鞋柜。对，然后呢这边也是柜台，这个柜台非常有质感。对，然后呢？我们现在一入场呢，来到的是上班区，然后上班区分成自动确保器，然后还有这个是 leading 区，哎，有 top row 吗？有 top row。这边高度多高啊？大概10公尺。10公尺。10公尺。对。OK 哦。不要怕，有绳子什么都不要怕。好，然后这边是装备墙，如果要租装备的话，就是来这边试穿。然后这边是小小的报时区，好，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在带小朋友上班，所以这边也非常适合亲子同游。好，啊，让大家看看美丽的上攀墙，满满的快扣。所以带着你的绳子跟绳伴，然后一起来上攀。好，那报时区的话，主要就有两区。这一区就是斜板，大斜板，然后比万华的斜板长了有两倍吗？有吗？差不多。好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要装。指力板练习区，只是还没有。然后这边满满的人潮。好啦，差不多是介绍一下报时区吧。报时区吗？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路线要怎么看。不知道路线要怎么看？好，那我们首先要了解，就是 V grade 要怎么分级。那难度的区分就是用 V grade 来区分。有 VB 到 V8， 你现在爬什么难度？我现在当然是 V4 啊 ，V4 玩家。好，然后所以路线的辨认方式一样是岩点的颜色，然后还有胶带，胶带会跟你说起攀跟晚攀，起攀有时候会有两点，有时候只有一点，双手起攀。好。然后报时垫也是符合规定，很安全的，大家不要害怕，就直接下来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还有二楼，要不要带我们去看一下？二楼我也没去过哎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。哇，这个墙壁好白哦，这个楼梯好新哦。未满12岁，禁止进入哦。小朋友不能来，长大才可以来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要不要请他们介绍一下？哎，你们刚刚玩了？玩了。有什么心得？累啊，我们都调50度比较好玩。我们只想爬30度，他调50度，我傻眼。好爽哦！怎么爽？快点啦，拍他的手熟啦！没错，手熟。你今天爬了什么？我今天没爬什么。请问你今天来到这里几小时了？四小时多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很大，很漂亮。很漂亮。没错。那你肚子会不会饿？
饿。那你现在想不想去商场买东西吃？很多人，啊、对，好像很多人，就是那个商店就先忍着啊，对啊，忍着，忍着，先忍着。好哦，好。那诸位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？你最近太多了，你要靠背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说。大家记得不要问女生这个问题。没有，我就是欣然承认，我就是吃太多。我就是变臃肿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多攀岩就会变瘦了哦。大家也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一起来暴食。好，那我们二楼这边就是超大的挑战逛。啊，如果要训练，就可以自己上来试，然后可以自己。怎么调角度？怎么调角度？这边有一个开关在这里。哇！禁止十二岁以下。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使用。好，我满十二岁了，应该看得出来。可以。那我现在可以调吗？我现在可以调吗？借我调一下。哦。哦，我第一次调这个哎，哦，哇，好压迫哦，好压迫哦，好压迫哦，这鞋是几度？哦，这鞋只能这样是几度呢？这样是几度？70度，应该有70。哎，可以爬70度吗？那你们要爬几度？那等一下我调，然后你说停就停哦，好不好？我调喽。这个70度太压迫了，我们还是 chill 一点，这样吗？好了，这有人反应这样很斜很压迫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太厉害了。这样是几度呢？大概30吧。加油，加油！好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从这边看看下面长什么样子啊？哇！其实也看不到什么东西，但就是风景还不错。哎，风景，风景，风景，这里，风景，这里，风景，风景。人言最美的风景是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有机会赶快来人言看风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开箱就到这边啦。Yeah。 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这个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没错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